会千万唔通拍假闹。来看到世界十二强亚球锦标赛四年前，伫咱台湾引起大轰动。今年十一月，台中洲际亚球场国际界要上场，主办单位特别公开比赛 logo、马具，也佮有学演的歌曲。另外，佮有各种的产品，也佮有公开比赛介绍。即个上届季的，咱看到中央票区的介绍差不多是2500。按算讲，新历九月十三队当全面开始卖。即届比赛上届重要就是中华队，那是摕到亚太区第一，安尼才有机会来到东京参加奥运。啊，若无，都要等到亚锦赛摕到好成绩，才有机会摕到东京奥运的资格。热情有偌大的音乐，世界十二强棒球锦标赛应援曲头一遍听到。今年十一月比赛会重新回来台中洲际棒球场，有机会做伙过来感受棒球热。那只要遇到热，它就会变成国旗的颜色。那我们有鼓励球迷就穿这件应援 T， 卖力的帮中华队加油。除了比赛专属的 logo 和商品拢总准备好。门票的介绍也出炉，想要看中华队出战的比赛，中央区甲内亚 C 到 F 卖2500块 ，G 到 K 是1800块，啊，若外亚拢总是1000块。预算九月十三号就会来开卖。11月5号开始到11月7号，然后来到现场为我们中华队加油，就是最好的鼓励。台湾这一边都要好好啊把握晋级的机会，因为比赛关系到台湾是不是当重新登去奥运。这一回东京奥运棒球总共有6席的名额，其中美洲区、欧非区拢有一个保障的名额，还有地主日本嘛占1席。世界十二强赛，美洲区甲亚太区成绩上好的国家拢会当得到1席。若是台湾错失晋级的机会，就要看亚锦赛是不是会当降入去前两名，才会当。资格比赛抢最后一席的名额，其他十队将争取2个抢进东京奥运的名额。这是我们的主场，我希望不只是中华队，而是全台湾都能。今年世界十二强赛，中华队的比赛上紧伫咧11月初5开始，会对上波多黎各，6号对上委内瑞拉，11月7号重头戏会甲世界第一的日本队来交手。就算互外界认为互分去死亡组，但台湾有比赛主办权，只要会当把握地主的优势，就会当是进入奥运的一个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